好，来吧。好，夏老师，我们又开始录了。好，又见面了。其实我很怕演这种清冷型高冷型的人，他都非常的完美，唯一打碎他的东西就是朱颜。我其实每次拍戏我的想法都是，如果我能让观众忘了我以前演的角色，我就成功了。我会相信自己的选择，做了就不要后悔了，全力以赴做就好了。好，准备开始了。